我现在面前的呢就是 iPhone 十二 mini 的全系列。十二 mini 呢，它其实是和十二相同的颜色，对吧？首先它有一个深海蓝，然后它有一个黑色，十二 mini 感觉非常非常的小，然后它有一个红色。今天这个红色是红中带橙，红中带有一点点那个化妆品的那种颜色，我不太喜欢今天的这个红色啊，然后依然经典的白色。我今天推荐的呢就是首推是蓝色和白色的两个配色，小姐姐的话呢可以选择绿色啊，白色这还是很好的，很耐看。然后这个绿色这个颜色今年上热搜了，对吧？在大家关注度并不高的情况下，以一匹黑马的姿势逆袭登上微博热搜。五款 mini， 我自己还是首推白色和蓝色。